石板大结构人诶，龙虎板啦，一斤即卖好卖咧四啊五，龙虎板。但是讲即卖吼养殖大户人波拢因大水啦，一寡鱼仔拢起价起价，爱食啥来上买两尾，上买两尾好无？这哦、喔，一斤吼即卖来用四啊五啦，一只两斤半四啊五，一只开价卖讲啊开咧九百，两只卖千八卖千五，啥来即两只啥来一千五，一千块，有人爱无？即两只八百了啦，即两只八百。有人买，有一人买一只啥个？想买一只四百块，加四只啦。我后尾较济，我无让你四百，一人买一只四百，三百了啦，三百块啦。人买一只三百块上班啊，三百无人个哦。了解。头前来要几只？一只了三百块啦，搁啥上班个人个无三百块？三百个有无？上好班的，无人个好来碰到来。这里。贵贵贵价，贵一千块好不好？贵哦。小时班是拿来熬汤的。小时班是拿来煮汤用的。两百一只，两百块。两百一只，两百块，要贵价。下来两百来。够两百不？还有贵价有？两千。有有有。来。我两百车边还给我。他跟我讲哦。车边还给我够两百不？一斤四百块，这一斤四百块可以了。红条，你们要赶快买红条，他那边碎碎念，念我说都没在卖。红条跟灰靠，红条灰靠，有没有人要？哎呀，你来，我们你聊。一路哈喽。李龙龙 ，OK。你等于插洋葱就使啊。李龙龙，不客气哦。个调味啊，直接落去蒜头，欠放落去拌拌的就好啊。先来一包，啊用一包差做一份啦。一份外口你去餐厅吃一份，卖你两百块啦。两包卖四啦，三包四包二啊，三百了，五包二六包三百块。先卖一包五十块俩，看了卖一包五十块一只，一只葱头咧二十块，料本地四十块卖你两百块。去餐厅够大台够无？五六啦，哦，个人要食无？迄有只对哦，危险的，迄有只危险的，即种烹饪难烹的。来，佫先来。是讲后摆，后摆无要卖鱼啊，要开餐厅啦。嘿啦嘿啦，我已经决定好要来夜市啊摆炒饭哦。嗯，对哦。现在佫先来，三百块头前啦。兴奋 ，OK， 没问题啦。你最近忙？五吧，五六啦。你最近忙就先忙你的，赚钱比较重要。哎，这等于你搞灌到烧就会使啊，这买只葱头等于哦。